接下来方程老师要讲十九题，他说啊，这十二个点如这个图啊，这个都是正方形啊，正方形。那么问你说，第一个可以做几条直线？好，第二个，好，可以决定几个三角形？好，那这个我们知道两个点就可以连一条直线，所以它有十二个点。好，如果最多可以十二取二，每两个点都连出来都是一条直线。但是在这个图形上会有一些直线是重复的。好，那哪些会重复呢？就是比如说这三个点在直线上，所以我如果选这两个点，得到的是这条线；但是我如果选的是这两个点，得到还是这条线啊？如果选这两个点，得到还是这条线。所以这三条线其实都重复了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我这三个点随便选两个点都有一条线，这些都重复。好，随便三个点选两个，这条线随便三个点选两个都是重复的，都把它扣掉。好，所以这个扣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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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四个直线扣掉，这里还有，这三个点也是一条线，好，这个，所以一二三四五六，还有这边七跟八，所以三个点一直线的有八组，通通把它扣掉。那你这样扣掉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本来这三个点有一条线在这里，啊，你现在把我所有的都扣完了，其实它还有一条线的，那条线你把它扣完，你就没有算到了。所以你要把一天那一条线加回来。但是有总共有几条呢？这边有一条，哦，刚才这边每一组都有一条，所以有八组，所以要加八条回来 ，OK 吗？好，那除了三个点一直线的之外，还有这边还有四个点一直线的，一二三四，四个点一直线，我随便选两个点，你所得到的直线也会重复。好，所以把四个点随便选两个点，这个所得到的所有的线通通去掉，那去掉了那也不见了，那这样有几条呢？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所以有三组。光减掉，可是它实际上有一条，所以这边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所以总共要加三条回来。好，那把这个算一算就是答案。那西十二取二的话，就是十二乘以十一除以二乘以一。哎，老师，你这个好像少算了什么？好，因为其实照理说上面是十二阶啊，好，十二阶是十二乘十一乘十阶，那这边应该是二阶，然后再两个相减是十阶，但是你发现这个十阶可以刚好约掉，好，刚好约掉，所以你只有算的话，其实是这里如果两个，那就是上面乘两个，底下就是二乘以一，好，或者一乘以二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比如说这个 pn 二，那它是 n。阶除以二阶，然后 n 减二阶，那这边我可以把它让它出现 n 减二阶，把它约掉。所以这上面有两个相乘，底下两个相乘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如果是 c n 三，其实也可以，就是说 n 减一 ，n 减二，然后 n 减三阶，然后底下也是一样，三阶跟两个相减 n 减三阶，这两个也可以约掉。所以底下其实是一乘二乘三，那上面就乘三个，往下乘。这样也可以，好，等一下我们会有 C 十二取三，就是往下乘三个，然后这个一二三相乘，好，好，那这里 C 三取二，我们说 C 三取二就相当于 C 三取一，好，选三个选两个去参加比赛，相当于三个选一个不要参加比赛，那三个选一个当然就有三种了，好，乘以八加八，那 C 四取二就是四阶除以啊，就四乘以三，然后二乘以一。这里乘两个，上面好，这二乘两个，那这边往下乘乘两个，好，那乘以三，好，那这个我们把它约分算一算，答案就是三十五。好，那第二小题问你说有决定几个三角形呢？好，那三角形当然是三个点才会决定一个三角形。如果这些十二点最多最多就是随便选三个点都有一个三角形，那最多就有这么多个三角形。好，那这么多个三角形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有，如果你三点共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三个点会不会形成三角形？不会，这三个点显然没有三角形。如果你选的不共线三点，一定有三角形。那你共线三点就没有三角形。那三点一直线的有，刚才讲有八组，这八组通常把它扣掉，扣掉要不要加呢？不用，因为它这三点没有形成三角形，但是有形成直线，所以你要加回来直线。但是它没有三角形，所以不用加。好，所以直接扣掉就好。所以这个 C 三取三，三个点共线的，任取三个点所形成的三角形都要扣掉。那四个点
形成一个三角形也要破掉，好，因为是有点共性嘛，共性随便选三个点都没有三角形，好，所以它有三组，那这个也不用加回来，所以这个把它算一算就答案，好，那这个我刚刚讲过，底下三个，上面往下乘三个，那 C 三取三，三个选三个，那么就是一乘以八就是八啦，那 C 四取三就相当于四个选三个，就相当于四个选一个，好，所以。四个选三个去比赛，相当于四个选一个不要参加比赛。好，那就是说，如果这两个相加起来等于上面，那就会相等，所以 C N K 就会等于 C 的 N N 减 K。好，好，所以 C 四取一就是四个选一个，当然是走。那算一下就是两百，刚才有没有？